你好，你好，复活期第六主日，下个礼拜呢，耶稣升天，然后跟住呢，就是五旬节，圣神降临，咁多为我哋天主教好重要嘅日子，其实好大嘅节日，但系今年咧真系好特殊嘅环境，呢一个疫情啊，呢一个瘟疫，好影响我哋嘅团体嘅生活。我好相信，冇见面一段时间啦，都有佢嘅好嘅影响，试探我哋嘅信仰。你谂下，我哋嘅兄弟姐妹喺历史中，唔系好多世纪之前啦，接近我哋都佢哋试过，唔系一个月，唔系一年。几年仲惨过而家，我哋系咁样嘅特殊嘅环境，但佢哋呢经历咗咁多痛苦嘅嘢之后呢，呢个系我见证嘅，为我嘅生活系好大嘅影响力。呢啲兄弟姊妹过咗嗰段时间啦，嚟香港真系你见到天主冇离开佢哋，佢哋冇机会去圣堂，完全冇机会睇圣经，冇呢啲嘢嘅，冇网上嘅少少嘅帮助，乜嘢都冇。但系呢？有什麼事跟他們試試一切，天主的聖神今天這個主日，這個福音強調信徒的靈魂，信徒的精力就是天主的圣神。这个圣神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，都是我们的心里面。耶稣这么说，他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。我们即是耶稣同埋父一起去呢一个信徒嘅身上，并要在他那里作我们的居所。你话冇圣堂？但是天主圣神使到你，你的身体，你的灵魂，你的心灵成为三位一体的居所，这个才是真的圣堂，这个才是三位一体的居所。我去进入我的心灵就是去圣堂，不是孤独地进入。当我进入这个天父圣子圣神的居所的时候，在那里我找回我的兄弟姊妹，因为每一个兄弟姊妹都进入回同样的居所，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，哪一个时候，这个共同的居所
时时都喺嗰度啊！谁爱我，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。我同父必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作我们的居所。你一定见过你买啲新嘅机器，嗰啲零件系新嘅，但系好快开始嗰啲零件同零件之间啦，可能有啲摩擦嘅。一个团体可能系有好嘅组织，有好嘅领导人，有足够嘅经验嘅人做领导，但若果缺乏圣神啦，呢个团体呢，好似嗰啲新嘅零件，但唔能够一齐嘅时候呢，有摩擦，需要乜嘢呢？要加啲油。我用呢个比喻啊，个油呢，象征圣神，几滴嘅圣神喺呢个团体入边啦，嗰啲零件运作得唔知几顺利，几有效率。零件就系零件，系好嘅，但系加咗嗰啲油呢，你加咗嗰、那个。即係有油有呢個聖神之後咧，零件好願意同其他嘅零件合作，又奉獻，又尊重，又和諧，又秩序，又喜樂，又平安。今日咧呢、这個聖神用一個字好好啊，呢、这個聖神啦係真理之神。真理之神是真的，这个团体是真的，那些零件人家都会看到好的零件，是真的零件，不是假的。其实零件是这样，但加了那滴油，使到零件获得真理。我们的教友的生活有呢个圣神之后呢，一般嘅人都会感觉到，诶，点解呢？嗰啲讲啲说话系唔同一般人讲嘅说话，唔系因为佢读好多书哦。圣神嘅力量冇得学嘅，唔系学校俾嘅，系天主俾嘅，系祈祷俾嘅，系做福传工作获得嘅。今日嗰、那个伯多禄前书读经义啊，有呢句说话：如果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，如果有人问你，喂，你喺呢一个疫情入边，我见到乜好多人咁。好多醫生，好多護士，我見到佢哋犧牲，佢哋嘅性命啊，有冇意思啊？即係若果有人詢問你，你嘅心入邊，呢啲人嘅心入邊有乜嘢嘢？呢個希望嘅理由，即係佢哋好有希望嘅人，嗰、那個理由係乜嘢呢？佢話。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，且要以温和、以敬畏之心答复。那个答复，你问呢啲人系点？你有咩心入边？这个行为，你服务一啲人，可能你都唔识嘅。二，你死咗啦。你自己有家庭有仔女喎，
呢一個希望嘅理由係乜嘢呢？百多羅繼續講，如果你能夠好溫和、好平安答覆，聽你嘅答覆嘅人有福嘅，而你呢係非常有恩寵，非常充滿平安。我想和你分享，我覺得當我是充滿聖神，你知不知道是怎樣呢？我小的時候呢，我講了很多次很曳，但有時呢媽咪點呢，譬如我坐低不肯起身，又扭計又什麼又什麼，不是說媽咪不是站在旁邊鬧，沒用的。他怎樣呢？他忽然間離開我，哇，離開，走，前面，另轉面，好溫和，好以溫和敬畏之心，嚟啊！啊，呢個啱喎，聖神唔係推你行喎，聖神行先啊，然後呢另轉問行啊，行啊，行啊，你覺得你嘅扭計啊，你嘅脾氣冇咗啦，因為嗰度你知道你獲得有安全。獲得感情，恭祝大家一個每日充滿天主聖神的生活。再見。在苦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，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